这平时每天都拍这个街头小吃，但是街头小吃是零食啊，它也不管饿呀。正好现在饿了，兄弟们，去个快餐店，今天就带大伙儿看看印度正宗的快餐厅什么样啊？什么叫快餐厅呢？就必须是便宜、经济实惠，然后味道还贼拉好吃啊！走吧，一块看看吧。这一溜啊，全是小吃啊，兄弟们。嗨，啊，rice，就这个。嗯。Mutton 还有，Mutton 啊，rice rice，shrimp too，OK，然后上二楼雅间吧，底下俩座，上楼上雅间，也是俩座，我坐这儿吧。这印度这个天儿啊，是越来越热了。过年买的棉袄实在穿不了了，我直接挂闲鱼上卖了。最近身边人都在用闲鱼 APP 卖闲置赚钱，像我那换季的棉袄，一共没穿几回，卖掉回点血。快点击下方链接，一起上闲鱼卖闲置赚钱。服务员上菜了啊，上菜非常快。Thank you。这个就是米饭啊，这是羊肉，羊肉有三块吧啊，然后这是两个虾，这虾个头还挺大的。先把这个羊肉倒进去。他家这个羊肉啊，绝对是一绝，特别特别好吃。这个虾在这个汤汁里这里，柠檬，好多人纠结这个餐具的问题啊，因为这是印式餐厅嘛，所以它没有餐具，当然你可以自己带啊，这个随便。还有人问说吃火锅怎么办啊？火锅是中餐，只有中餐厅才有火锅，所以中餐厅肯定有筷子，就像吃那个西餐用刀叉一样。绝了，这个味儿。这么黑吗？我操！最近给我造成啥样了？啊？里面有个铅。这个咖喱汁泡米饭，我操，一绝！感觉一声啊，兄弟们！今
今天礼拜六下班早，现在准备去趟小卖店，买盒烟，买瓶饮料，男的基本就买这两样，然后看看能花多少钱，一直也没给大家拍过钱有关的事儿。现在汇率是，如果从网上查，人民币和印度应该是1:12，但是那是网上的，因为我这儿也不是什么大城市，不是什么新德里、孟买，我这是一个镇上，就是汇率就基本就是1:10，你能换到就不错了，就是我这10块钱，等于你那儿1块钱，就这么简单，去个零。S class C。Classic. Yeah. 咋这么半天呢 ？No 20. Okay. Red Bull. Red Bull one. 再来一个红牛好，给他50就是500好 ，Thank you。一共找了60块钱，就是50块钱找了6块钱，花了44。这个红牛是11.5块。这两盒为什么买两盒呢？因为它是10支装的，没有大盒的。这两盒等于一盒，33块钱所以说一共就等于花了44块钱。但是有一些印度人呢，他一天的工资也没有44块钱，那他怎么办呢？我再领大伙去看一看啊。买这个，这个，这个一包是1块钱然后要是没有钱也不用喝饮料了，喝这个水就行，这个水免费。这个不要钱，然后这个这一包1块钱，所以说有钱没钱都能过干净卫生兄弟们，周末愉快。又下班了，每天吃啥挺愁人的，老在外面吃我也吃够了，准备上市场买个鸡回家炖一炖到那个卖鸡这儿了这个大哥把刀组装上，就准备开始开工了。我来的比较早，是第一个客人刚把秤搬出来。哎呦，没容我选，他自己就选了。多少啊？2.47346块钱就是34.6块行，就这个吧，动手吧给他来一个痛快的。喂，你干啥呢？滚！哎呦，你什么意思？你不用表演，我啥也没有。我他妈比你还困难呢！我的鸡兄弟们，我就不离太近了，离太近我怕你们害怕这在那拽呢！哎呀！这个鸡不是他杀的这个鸡是自己往这个刀上撞的乌鸦又来了，帮店主赶赶！喂！我一拳我捣碎你脑袋！给我一点点肉 ，small 一点点，一点点。OK。这个乌鸦看兄弟们，还一。全来了，买完了，兄弟们，现在就开始回家做饭。看这流浪牛瘦的，哎呦天，这脏的，这瘦的，天天就吃点这玩意儿为生。就我之前家门口洗脚那个河，你看还不少小鱼呢，这挺好的呢，这生态到家了。
换一下鞋。这个孜然桂皮，嗯，什么八角、香叶、桂皮，这一，反正就是这一套啊，全都整。嗯，这个姜，圆葱、辣椒、大蒜，葱姜蒜辣椒爆香啊。整个沂蒙山炒鸡啊，盐。加点水，嗯，玛莎拉，嗯，就是多少带点臭那个玛莎拉，嗯，辣椒面。现在这个风格已经从中国偏向印度了，嗯，咖喱粉，这几个料我就他妈不是中国料，嗯，这是什么料我就不知道了，嗯。上方有点带那个印度那股黄色的意思了，再加点玛莎拉啊，那些不够啊，这个是在外面买的玛莎拉啊，玛莎拉。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时刻，要把鸡肉加进去啊。这回大伙知道为什么这个印度都这个不管做什么都偏黄。然后边上这个就是米饭，一会儿就好了。炒鸡好了啊，变成炖鸡了啊。这边这个米饭就是做出来一粒一粒的啊，就是特别散。都拌到米饭里了，一个昨天的剩菜，然后一个拌的凉菜，然后就开吃了。忙活一个多小时才吃。尝尝这个鸡肉，嗯，还行吧，有点塞牙，没有沂蒙山那个好吃。来点柠檬。嗯，这回这个味儿就好多了，干净卫生啊，兄弟们。